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音之谓丧失克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五六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于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幼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如尊我如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即息了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不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欲中有自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
老母娘私讯明明零零一点光上帝赐而珍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母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